中国捐款最多的七位明星，他们做到了真正的德艺双馨。第一位，成龙。成龙大哥对于慈善总是首当其冲，他在2008年时成立了自己的慈善会，据统计捐款数额已经过亿。大哥还曾经说过，财产不留一分钱给房祖名，全部用于慈善事业。第二位，黄晓明。黄晓明在成名后没有忘记回报社会，每当灾难来临的时候都会率先做出表率，在捐款捐物的名单中总能看到他的身影。慈善是一种习惯，更是一种态度，而对于黄晓明来说更是一项事业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。第三位，刘德华。刘德华多年来热衷慈善事业，据了解每年捐款均超千万，至今已捐款超过亿元。他一直秉着但行善事，莫问前程的原则生活，这应该就是为何到今天喜欢他的人还是那么多的原因。第四位，韩红。韩红每次在公益节目当中都会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公益活动，而且自己私下也一直帮助一些困难人群，但是一开始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在炒作，不过这么多年以来他凭借实际行动赢得了大家的一直好评。第五位，周润发。发哥由于没有子嗣，他决定在自己百年之后将56亿资产全部捐出，用来帮助那些困难的人群，他这种济弱扶贫的精神令人敬佩。第六位，李连杰。李连杰自设立壹基金以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，目前壹基金应该是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慈善基金会，多年来救助了很多人。第七位，古天乐。古天乐多年来在内地偏远地区捐建小学的是被广为称赞，不过古天乐本人对此却十分低调，从未向外面透露具体捐建事宜，这件事也是近几年才被人发现。虽然古天乐平时接了不少烂片，但是从来没有人骂他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要赚钱建学校。你最喜欢哪一位明星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